学长，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事吗？你居家品味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长进。我觉得很好啊，这么晚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说我品味有问题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来是想问你，今天你家附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奇怪的人，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？这边治安很好啊，而且我也没在意这个。好，好，没事就好。原来他在关心我。